做出来了，有些人家讲孔贝特有 K 粉有什么，你们相信吗？我给你们看 OK， 不是吹牛的啊，还有很多做冷气的、哦、整个前马都是吹牛哈。孔贝特 K 粉化亮化亮啊，有个救吗？啊，车主为什么不要去雇车？然后他时间盖的冷气也是有样样的问题，盖这边啊 ，K 粉这边叫 K 粉亮亮的啊，人家讲要换整线哦，我不像其他人这样子哦，啊，做个 icon 跟人跟人看 ，Let's go 前面哦，变身换云转，过按 new gas， 那个孔林色，工钱孔别色油，口令柜后面云转。哎，本身话后面也是有一个空一个银，后面 aircon service， APU 哥这种东西可以加 APU 哥，不要哥哥不像样。玩跟怕 LED， 你的，我跟那个那 open hand 给你看啊，哦，那个 aircon 跟怕我做给他个哦，洗药水哦，我送了给他东西，好、哦，到这边，没有几个做冷气佬会送的啊，我们也是一样。他做了几块钱，这是洗他的油嘴，而、哦、不是讲送香精啊，哦，送米诺啊 ，Facebook 卖米诺的年轻人自己看，哦，他做个 aircon service， 后面油 ，black 油，哦，全部有做出来了，我做人生的高兴哦，他做了几块钱 ，aircon 1710后面，absorber OK， 后面的给你看，这是 absorber， 变皮膏。aircon 水坝，暗，好，有架条小条，那个好，还有一个小条的碰的，牙油 ，casket， black， aircon body， 过一个古轮，二花压令，灯泡后面。南部 service， 绿油，送他什么？干机 IA， 好，哦，水坝这个是送的，我没有跟车主算，我、哦、不用干五分钟会休息，你们相信吗？啊，他换个公司全部到这边，哦，冷气不要死做啊，每个换法条规很高，有些人不会做冷气，搞吹牛 Facebook， 是吧？换法条规就要做，我供你500-1000是正常哦，这个是我的身份。然后整个全油耗就够了，啊！你们不相信有些顾客哦，这几天顾客有到 Facebook 看到了，勾引他了，给这种政府部门的勾到了啊、哦，全部不拉，啊，口令会，哦，你看这个号，大条小条，哦，你看里面几号吗？洗啊，干净就怎样？车主哦，这安花给啊，这个也是送的，啊，也不用去口述，你看口令会一边干净一边安装，口令会是原装，哪里漏我知道哦，还有不利，啊，这样我是驾车啊，不用干五分钟。我、哦、已经做出来了，哦、我要送他一整根卡斯卡卡冷气，哦，前油后没有几两啊，卡冷气啊，哦，我先卡一半多一点，卡到光纤，哦，我里面有做一整根的，我、哦、那个引擎盖也是很干净哦，做出来了，亮亮看吗？啊，这个讲 cable 还有很多呢 ，cable 不会，好 ，cable 我给你看，诶。咦，那么啊，这个是真的啊！一粒螺丝不少钱啊，一粒螺丝5块钱。车主讲有比较好是干，有些公司神秘的公司我也不给你知道哦。啊，干干净净，如果有肮脏来讲啊，我刚才摸这边，如果有肮脏啊，我就给车主退，那么擦一下，看吗？擦了，这边下去哪里？我、哦、这个没有给他洗，不用紧哦。还有冷库有没有？刚才摸这边，我、哦、get 没有抠字的啊。来一下，我刚刚走，我开了几个库，开了最冷给他个，我、哦、没有卡油了，我们来看下冷气，这我、哦、车主已经漏了啊，卡了关，几分钟，我、哦、他的孔贝特没有响了，他来的时候是孔贝特响的，我、哦、刚才照，哎，这个有做一点手脚，我、哦、会卡上卡下的哦，车主之前有把那个绳子这样锁住，哦，这个绳子。看啊 ，get 有新鲜味吗？我们每个人做冷气啊，那机器个，哇，那年是半啊，修一下。如果 get 不够新鲜啊，送给他，不用钱的，这样用了一个星期。哦，全部公司没有把二冷气，
我要把价钱要另外给啊。我卡完了嘞，整个卡拿的时候是六库，我卡不能休息，我不用干五分钟，两分钟啊。我们试卡的轮毂有没有？我们做了人生的高兴，我车主也没有骗他，他拿了哪里，整个前马都不用紧。哦，前马是三周里面很尬哦，还有些卖机器的拿来吹牛，那个牛很尬子，还有那个 gate 吗？八库了啊，没有卡油的，这个是八库哦，就七库八库上面，哎，汽车都是一样，哦，他六库他只是要停呢、啊，没有十库送给他，已经会超过的。看到吗？没有做手脚。哦，我这样子加 few 个，等下我给你看，你们给你们看不看？看看一点点麻就可以。二十固都没有问题啊，下几个固。哦，还有冷固是到这边先设哦，还开下几个固，几个固下是这边哦，还六固了。全部都要靠手工，这样能做工，靠机器里杀个88、188、288、388、488都没有用。哦，休息呀、啊，看吗？你。六库休息，哦，他之前来的时候不能休息，可没事，嚯，喘气喘气，啊，还要几分钟，三分钟四分钟就休息呀，然后他走回去，哦，这个是刻意送给车主的，有些东西不能送那么多啊，哦，这节课后面我已经做好了啊，米哥是三七零三一二 ，OK， 很新鲜，啊，还有些。做冷气卡背要清理干净，哦，灰尘在这边卡进那个，他妈理气理气就够，我那个 Fugger 给你看有个吗？给你看一点点，没有个的啊！啊有时候不给你看哦，遮住一点点，遮住一点点，看看干嘛？遮住一点点，不用去个。如果你会个来讲，你个来讲不是做冷气卡机，也要学过五年十年，我前九后给你做，哦还有很多人。不会冷气哦，没有吹牛的啊，是真的啊，休息啊、哦。我们来看外面，哦，做冷气还有很多，刚会不吹牛啊，卡机前被车主啊，我这个给他遮住，不要给你看。摸这边啊，休息两次啊。哦，拿这边，洗锅铲，啊，这是 get 个冷固哦，休息不休息不是你讲的，我去拿电话出来先。咦？有像啊，有固，哦，不要卡一关，卡一半也是可以的，卡一半是最好的。因为有几个不够做啊，时间干一定要做，看吗？等下啊，我卡完第二次，刚刚是零三两分钟，三分钟看吗？三分钟就会休息啊，也不讲风卡嘎嘎，试过一轮，有些车主啊在给波明做，不要我做那关，看吗？啊，有这样长，冷固也没有骗你，照样。我、哦、这安装没有办法，啊，跟咱看的哦，要看用心去做出来。有些车主又不会，哦，时间够了谁做谁个错，哦，焊全部搞这边，哦，他问了不留油，然后我跟他问，不留油不加厚嘛，这个要留一点空位，因为他先生会做，他问的东西很满意啊。哦，有些车主不知道什么叫冷气，哦，还有洗缸机，缸机我有写干嘛？缸机 service。哦，这个缸机设备，哦，我已经找洗哦。好，这个缸机啊，下面居然做的哦，有些 gap 刚移出来，移来这边，就是要 gap 看嘛，我移出来之前到下面的哦，没有这样好做啦。哦，全部不用卡地钱哦，车主都知道哦，这种一定有啊，一定是干干净净哦，它黑油不够，哦，老板要洗 cascade 啦，洗里面啦，洗不干的，哦，有没有骗车主的？干几次啊？好休息好了，很满意了。但是我这个人层结构，我看到冷气有积水吗？你看有水滴这样多，看吗？看吗？啊，冷气会积水啊，是吗？如果不是积水，不是冷气哦，那看是很难看啊。我、哦、有些油一点给波面做，我不要做那关。有些波面会不会不是你们所讲的？车主知道了哦，没有吹牛的。我、哦、卡一般六固我没有用，我、哦、他那个时候六固、七固、八固是最好的，八固、九固哦。你开开过冷也是很难，这车镜子会蒙蒙的，知道吗？下雨天，我给它调回去，调一半，一半高一点，
一般过一天有差不多12个9个就好了，里面我应该休息呀，不用到5分钟。他这个要几个固件啊？你其他人的没有用的，走了第一次，哦，这种形式跑不掉的。有时卡里面有那个 gate 的声音是正常的啦，我前面后面都有 gate 的声音，最重要你给他8个一个9个10个调过一点，9个10个哦，冷固是在这边控制的，很满意啦，他做了江国前，我告我送给他的东西没有人知道，我不敢讲马来话，我怕马来人学会，马来人像搞 Facebook 啦，不敢大小声，知道吗？我给他录进去，我叫政府部门去查查他们的 get， 华人国是一样，英国人国是一样，每个讲话个吹牛，十股休息就十股休息，我调过一点，要不要卡完就是啊，卡过一点，好，有要卡这新车啊，是几个股？我叫叫车友有搞慢一点哦，那个洗油精的阿哥后要换下去啊，有9个哦，这种东西是靠手工哦。这种跟我做给车主是什么理由？如果他的孔贝车没有休息要讲啊，他走了油也是黑的，你们不用担心，你们问了孔贝车，每个做人气他吹牛，我所讲的哦，我前脚后啊，我打电话给这些部门了，哎，很多部门哦，我知道你们不要讲卡地钱。老板，你个前面那个 gate 是换真的，你进出来是进假的 gate， 哦，那个 gate 没有骗你的，五年、两年、三年，我没有问题的，哦，可以改换3年，哦，它里面有加工的，哦，那个 fuel 哥哦，不用去各个，知道吗？各出来是你们自己不会做，8个，可以，9个、8个是 OK 啊，哦，很满意啊，告我的人生学到个回心的转意，哦，告我学了冷气哦，不管你师傅叫我也好，出。哦，人家嫁出来，哦，有时师傅做错要悔改一下，每个做错都不能悔改，这样子才会进步啊！可以啊，很满意啦，跟我这个人生学到的东西，哦，还有很多人学不会，不要开机器里三个跟车主讲花信啊什么，是不需要，开 Q 哥，哦，等一下我要录另外一个声音啊。